漂亮？漂亮。哦，我就处理一下，但是非常的娴熟。漂亮。啊，谁都能赢的人。对。漂亮。又来了。漂亮。反思，对，他相持能力很强。变化了，都是一个任意球的处理。那你会觉得我们这鲁迅先生说的不错呀。世界上能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，对啊，一般不是这样的。反思反冲，感觉今天刘京硕是被梁靖宏给抑制住了。前两局比赛中呢是漂亮。对啊，不畏艰险战胜也是没有办法，不应该是这种状况。刘丁硕在反手对拉的时候老是下网，对，发球强攻。哦，山东鲁能的方博已经在漂亮。哇！陷入泥潭。哦。漂亮，漂亮，他经过无数次的历练。练呢，啊，这样呢。梁靖昆联盟的一个比赛，还有会长的一个高峰论坛，啊，这也看出中国啊在长焦的这个选手，啊，这个业余的A之后的第四大赛事。好的，这很主动的，田径同志再衔接一下就行。好球。好了，把拉个直线出去。中国选手陈幸彤和梁靖昆目前是2-0领先，现在第三局9-9。陈幸彤发球，小打，好球，这球打的短了，处理又果断又集中，敢推往前顶的。局点10-9，陈幸彤发球，吉村真晴小打。啊，这样石川又把球打丢了。嗯，11-9。发球。漂亮。漂亮。加了6分。哎，
漂亮。发球抢攻，哦，的把控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哦。漂亮，把握机会就可以拿下这一局。哦，发球的人不一定能占到他们优势。对。漂亮，现在都是好。空留在里面脱颖而出。哦，哎，漂亮。哎，漂亮。哦，漂亮！漂亮！漂亮！哇！掉这一分的话。河北很容易拿不到分啊，拿下一分。哇！完了！哎呀，思思，你判断一下，咱俩要不打个赌，你说他俩谁能赢？今年这个全锦赛的这个局势来说呢，啊，还真是很难说。是。说心里话啊，当着运动员，你说你到底不喜欢谁？我说我哪个都喜欢。是的。说实在话，中这个取得胜利，嗯，稳住哦，运气会上台，这个球会非常的转，漂亮，哇，哇。漂亮，和思路都是非常清晰。漂亮，那还有自己的特色。漂亮，漂亮，哎，哎，你看这。为什么自己处于一个最佳的位置上？漂亮，稳住，稳住，哇，很稳。哎，削了一把，哇，哦。和他单项技术的这种能力，还是漂亮，相持，漂亮，哇！